所以还没过测试呀。大脑多硬硬跟挂机上通。Check it out, yeah.我记得以前细个听啲大人讲，九七之前一定要离开香港。我根本就唔识，所以冇意见。回归十年后都好似冇乜变，香港仍然系咁好。我翻身去个感受都真系好似解释唔到。一落机就痴痴呆呆，好似时光倒流，回到未来。我已经变翻小朋友，放暑假探紧我外婆，拖住佢个手，多数喺公园吸紧新鲜空气。如果乖，仲有得去欢乐天地，或者去商场买下玩具。行街市我不嬲都唔想去，唔使买餸都要兜翻两个圈。啲师奶见到就话：你个孙啊，冇错，个孙就系我。眨下眼，我都已经咁大个。香港就仍然扩大，除咗新机场，连迪士尼都起埋。唔知我老豆细个移民去美国，想当年有啲乜嘢感觉？点都系中国人，就当系度假，离开个国家都飞唔出个手指啦。唐人戏、唐人报纸、唐人街，唐人需要嘅全部都有齐晒。2006最新嘅报告，老实讲，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，我有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我啲经历。我间中都睇翻啲相，我第一次翻香港做 show， 刺激过坐过山车，唔理去几高，我已经算系执到金。我净系想你知，我 rap 亲都系用个心。除咗咁 ，I don't know what else to say， 我好开心，我今日终于翻到屋企 ，so get ready， get ready， get ready。